影中人出场，谢谢，欢迎。哟，哇，黄国伦老师 ，Pop 驻唱十多年，奠定国伦老师精湛的歌艺，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可有耳福喽。哎，国伦老师好。恭喜亲爱的人，他就是去去留留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们来一个摄影棚，不是去旅游过，对不对？宪哥，我只是来，我今天是来劝你说放开心，很开心啊！但是这个节目很棒，我有看、欸，真的吗？很好，能邀请你们来代表这个节目，真的是有预算，而且能够要把你们四大天王放在一起，不得了，这哪来天王、啊？哪来天王啊？哎、原来他是女儿，他是女的，他女儿是没有，我是说那个没有来代班那个，你说他那个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找你来，我们要聊聊这个 pub 里面的。哎，对， pub 好好玩。pub 里面它这个它这种文化，应该差不多距离现在有三十来年。真的、啊？三十当啊，已经有三十年了。那三十几年前呢、啊，以前那个唱 pub 都是个角儿，对，大角色，因为都唱西洋歌，是都是唱西洋歌。以前没有中文的。其实我以前在 pub 或是在新山唱歌，我很傲。嗯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他们如果点的歌不是我喜欢的，或是没有水准，我会现场骂人。哇塞，你骂观众哦，还骂人啊！我跟你讲，宪哥以前我们唱西洋歌曲，还有分好几挂。对，西洋歌曲有难的、简单的，比如说 Air Supply， 哦，是简单的，简单的，它是算太过 easy listen。对对。然后有人点 Air Supply， 我就说这是谁点的？点是什么歌？烂透了这样。哎，骂。哎，我就说不要再点这种歌了。那我们唱的。你的程度跟我又不一样，哎，真的吗？我们的程度是人家点唱了，哦，这个歌有水准，我为您演唱这首歌，而且一般来讲，能够点到这样的西洋歌曲，代表程度高的，对，我就为他演唱了。老师给一个鸡。好、哎呦，天哪 ！You are my sunshine， my only sunshine， you can be happy， 继续调了 ，when sky are gray。剪刀脚都来了，宪哥，你确定你是在 pop 还是在马戏团？今天就是一颗太阳哎 ，pop， 宪哥，我看这个歌不，这个歌不简单，因为它有非常多版本。你唱这首歌是吉德堡在唱的吗？对啊，你这么高傲啊？客人点歌你还敢骂？没，以前如果说点英文歌写中文，我也不能接受，也不能接受。比如说 hello， 他如果写哈罗，哈罗不行。我说哈罗是什么东西？还学揪雷嘞？所以你看，然后他就觉得很糗。然后我到我那个餐厅。听歌人都不敢点歌，这个是你不对啊！客人是我们的衣食，对、啊，客人至上，人家是哎、欸，他进来吃西餐，他花钱的，真的，他点哈罗，你要唱给他听嘛？哈罗，It's me， 不行，你们连不送我一个吻，宪哥，停！I love you. OK OK， 我宪哥，宪哥，这不是生气的地方。我看欧弟，对，点哈罗，其实我虽然说是写英文，可是还是写对的。还有人写点较长些。啊 ，longer than， 哎呦，较长些 ，longer than。最生气的是有一个人写台语来，台语我看不懂，什么歌？他可以用写的。骑你的威士牌，他说要用台语念 ，Kelly Whisper，Kelly Whisper，Kelly Whisper。Time can never make the careless whisper 道歉。你也是很有道理啊。但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点歌，点到你很不爽？就是那种喝醉酒，有点懵，然后就你知道我们在西餐厅或是 pub 就会有人拿 waitress 拿一个1000块，然后上面压一瓶啤酒，大酒，然后就说。唱，然后就请你喝。Oh, 我一看那个歌，我不会唱，而且我拿钱然后不喝吗？不行啦，会出现这种，我有这么低级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说对不起，这位客人，我钱也不收，我酒也不喝，我不会唱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他是用中文说，你这样是给我没有给我面子嘛？然后我最后
我就拿了一盒面纸给他。喂，你马上就幽默哎，你。我来讲，可是他就笑了，笑了，他就笑了，化解尴尬。艺人虽然我们是为他的表演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我们的氛围。当然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尊严啊。这个是当然中南部了。怎么样？点唱是什么？你会放酒杯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点了，我一直都没唱。到最后他是放了一杯酒，跟旁边有一把喷子。枪啊，杠 ，G U N N， 杠，他放一个 gun， a gun 是杠哦，而且不是 touring 杠哦，是真正的杠，真的杠，闹扣零，我还是没唱，哎呦，你好大，你有大事哎，我把东西收起来，我请人家放另外一个东西拿回去，水哦，叫小战，叫小战，放一个手榴弹。漂亮，哪来的手榴弹？你屁啦，哪有手榴弹？卖了没够吗？我讲的是真的，我们当场就跪下了。对不起，大哥，大哥。我跟你讲，我遇到如果有人拿枪，我会化解，因为我是用幽默化解，我会拿玫瑰放在枪旁边。Guns N' Roses， 他就唱的还有气质吗？你好有气质哦，好有气质。我们等一下出来，那里面有一个曾经在 pub 里面，被四十几个人包围。哎呦，是粉丝吗？那个人多不要脸，你知道吗？他事后。打那个宪哥，我刚刚被人家包围。我说啊，怎么会？他说有，因为有误会。但是他们四十几个人，我叫他们不可以打我的脸，我是靠脸在吃饭的。谁啊？因为是一位民界的朋友，我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情是事实，是一位网友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不相信他是靠脸吃。等一下来问一下，那就来唱你的歌啦。你最能带动气氛的是哪一个？其实我喜欢唱英文歌啦，我觉得到了 pub 还是喜欢唱英文歌曲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唱一首歌叫做 Are You Gonna Go My Way？ 你要走跟我一起走吗？你要走我的路吗？你要走我的路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是那个叫做 Lemmy Kilmister。Lenny Kravitz， 这个 Lenny Kravitz， 他是要卷舌，英国的一位歌手，对，英国的歌手，他是黑人的摇滚，就有点像早期的 Jimi Hendrix， 就是他是非常有份有料的人。然后这首歌其实是讲世界和平，就是说大家不要互相彼此残杀，要彼此相爱，要爱护地球。你愿意跟我一起来爱吗？走这条路，拯救的世界，愿意 Together Forever 啦 ，Music Go。这个歌有水准，这个歌有水准，太棒了，老师。